然后挖位地问个狂人，因为开始要追打的关头了。以前是最用关头的，往时这样唯美。好，打开。好，又系两对手，今日就打得酷。咁啊，银珠链啦，其实军牌嚟嘅，两个头雕啊。军佬梳头啊，要摆出嚟啦，因为把梳啊抵死咯。You win, perfect。好唔错啊，搞笑啊，梳个头又唔错，可能唯一要弹，可能就系唔好打阴影嗰啲咯。但系呢个价钱，我都唔要求咁多嘢啦。你有呢个可动。唔系力噶，坐唔坐啦？唔想点喎？军牌分件嚟噶，条条并排嗰度啊，劲啊，超劲！好啦，咁梳头嘅时候咧，都系出呢个大力箍。咁但系黑人真就有咧冇脚刀嗰个嘅特效件，大力箍，大力箍，冇计噶咋。腳刀的件呢又似嚟用住 DJ， 但系 DJ 嗰个系个出波啫 ，DJ 嗰个腳刀唔系好明显。我睇下军佬嘅手瓜，越接班嘅咧，空机，哇，个 America。有迷彩褲又靚，阿威調換嘅狂人，依家介紹下 Jada 嘅 Cammy 先。咁講真咧，Jada 我咧除咗紅色嘅春麗冇買咧，其他買曬噶啦。開嚟睇下先，係佢啦，一對手，兩個頭雕，哇！咁啊，接班啦，係咪先？咁樣個標誌性嘅衣著。我嗰時 Street Fighter Cammy 又冇乜點用嘅，因為冇得出波諸如此類啊嘛，咁啊爭啲嘅。冇辦法啦，嗰叫對 Street Fighter 有愛咩？係咪先？哎呀，因為叫喊頭又出得唔錯，叫喊頭都威武啊，唔錯啊。Cammy 鬼妹仔的面上都好唔錯，接班咁咧。開頭仲擔心出唔出到一字馬添，但其實又 OK 喎。所以追打嗰個可動咧，真係賣點嚟嘅。好，加翻個特效件就爭好遠啦。叉燒價錢，燒鵝味道啊嘛，咁嘅一流。我试下同春丽两尾对决，传说嘅对决啊！咋，接班嘅咧，好两尾相遇 ，DJ， 以前我都好中意用呢个角色噶，又有啲似军佬咁样出波啦。啊！佢又有佢嘅腳刀 ，OK 噶，開嚟睇下先。又係雙頭雕，兩對手，一個特殊件做嗰條金鏈添。哇！真係用珠鏈喎、啊，有黑，都有個 DJ 神髓非常好，佢有嗰種高傲，同埋戰鬥中仍然喺度笑咧。自信啊 ，maximum！ 你只系我嘅手下败将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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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瘾啦！我脚刀 OK 啦，衰在就系冇个沙锤咯，有个沙锤又易接班。因为最后是赢嗰嘅时候咧，佢两个沙锤喺度跳舞，好抵死。应该是牙买加嘅，咁啊佢就唔系阿龙咁出波嘅，
好似一個首都咁樣，喵，爭啲喎。OK， 後前拳，呢個叫喊頭做得好唔錯啊！同埋好似上次印度佬咁咧，咁佢啲鏈啊、圈啊，都係分件嚟噶。咁跟住就金屬鏈接扳嘅 net。